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奉为师长礼佛第二十四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为父母亲缘礼佛敬，此父因念师长恩德，何以故耳？父母虽不生育我等，不能令我速离恶趣，师长与我恩德无量，大慈讲誉，恒始修善，远除生死，到于彼岸，每事利益，令得见佛，除烦恼劫，永处无为。如此至德，谁能上报？若能终身行道，只可自利，非报师恩。所以佛言，天下善知识者，莫过师长，既能自度，亦复度人。相与今日，幸得出家，受具足戒，此之重恩，从师长得，岂可不人人追念此恩？相与至心，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。奉为和尚阿舍离，同坛尊正，上中下座，各级眷属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最上佛，南无清净照佛，南无慧德佛，南无妙音声佛，南无导师佛，南无无碍藏佛，南无上师佛，南无大尊佛，南无智士佛，南无大焰佛，南无帝王佛，南无智利佛，南无威德佛，南无善明佛，南无明文佛，南无端严佛，南无无尘垢佛，南无威仪佛，南无世子君佛，南无天王佛，南无明生佛，南无殊胜佛，南无大藏佛，南无福德光佛，南无梵文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入世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家摄受。愿和尚阿舍离、同坛尊正、上中下座各级眷属，从今日去自作道场，一切罪障皆得清净，一切众苦悉得解脱，一切烦恼皆得断除，随念往生诸佛净土，菩提行愿皆悉具足。财施无尽，法施无尽，福德无尽，安乐无尽，寿命无尽，智慧无尽，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常得现前，四无碍智，六神通力如意自在，住首楞严三昧得金刚身，不舍本事还度众生。为十方比丘、比丘尼礼佛第二十五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以思礼拜之次，从复增道，五体投地，普为十方尽虚空界，现在未来一切比丘、比丘尼、释迦摩那、沙弥、沙弥尼各级眷属，又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优婆塞、优婆夷各级眷属，复为从来信师谈悦善恶之事，有缘无缘各级眷属，如是人道一切人类各级眷属，今日以慈悲心普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灯王佛，南无智顶佛，南无上天佛，南无帝王佛，南无智解脱佛，南无坚济佛，
南无罗侯日佛，南无摩能胜佛，南无摩尼净佛，南无圣光佛，南无惊奇佛，南无众德天王佛，南无法盖佛，南无德毕佛，南无央伽陀佛，南无美妙慧佛，南无唯一佛，南无诸威德佛，南无世子祭佛，南无解脱相佛，南无威相佛，南无断流佛，南无慧藏佛，南无智聚佛，南无无碍赞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护护。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比丘、比丘尼、室迦摩那、沙弥、沙弥尼各级眷属，又愿十方一切优婆塞、优婆夷各级眷属，又愿从来信施坛月善恶之事，有缘无缘各级眷属，乃至一切人道、一切人类，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一切烦恼皆得断除，一切缘障皆得清净，一切罪业皆得消灭，一切众苦皆得解脱，离三障业，除五部位，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常得现前，四无碍智，六神通力如意自在，行菩萨行，入一乘道，度脱无边一切众生。为十方过去比丘、比丘尼礼佛。第二十六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至诚，五体投地，待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过去比丘、比丘尼、室迦摩那、沙弥、沙弥尼，过去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广及十方一切人道、一切人类有命过者，各级眷属，今日以慈悲心等诸佛心同诸佛愿，普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宝聚佛，南无善音佛，南无山王相佛，南无法顶佛，南无解脱得佛，南无善端严佛，南无极生佛，南无爱语佛，南无狮子力佛，南无河楼那佛，南无狮子法佛，南无法力佛，南无爱乐佛，南无赞不动佛，南无众明王佛，南无觉悟佛，南无妙明佛，南无意住意佛，南无光照佛，南无香德佛，南无令喜佛，南无不虚行佛，南无灭慧佛，南无上色佛，南无善不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救护整皆。愿过去一切比丘、比丘尼、室迦摩那、沙弥、沙弥尼各级眷属，又愿过去一切优婆塞、优婆夷各级眷属，若有地狱道苦，今日即得解脱；若有恶鬼道苦，今日即得解脱；若有畜生道苦，今日即得解脱。离八难地，受八福身，永舍恶道，长生净土。财施无尽，法施无尽，福德无尽，安乐无尽，寿命无尽，智慧无尽，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常得现前，四无碍智，六神通力如意自在，常得见佛闻法，行菩萨道，勇猛精进，不休不息，乃至尽修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广能度脱一切众生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八。
天龙人主护世周全，施亲恩重莫于先，奉报在心田，众志前前，苦道理三千。南无不动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不动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不动地菩萨摩诃萨。初忏：八德池中涌现千花之妙相，八苦界内仰头万德之慈尊，弘宣八音八忍之妙法，普救八寒八热之言行，大慈慧见，怜悯有情，恩瞻有漏人天，福利无边国土，愿家哀悯见此圣音，上来奉为求忏众等起见慈悲道场忏法，今当第八卷批诵已完。于其坛内灯燃火树，火现新奇，茶烹阳现仙春，共列纯陀最后，奉承大觉金签，旁设十洲三岛，王古明王地主，忠诚烈士仙班，三界十方，四生九友，俱成无遮之法力，净脱有漏之凡笼，出生疏利，奉为求忏众等，忏除罪垢，获大吉祥。不愿舍八邪见于有情界内，行八正道于无漏位中，八苦八难之余殃，障慈光而顿逝，八十八种之福田，假熏炼以圆融，沉沉自在，法把融通，波成大海，愿应千江，余音未空，同求忏悔，梁皇忏八卷功德力，愿灭信人八垢罪，清正菩萨不动地，忏文举处醉花飞，解了冤，忏了罪，消灾增福慧，龙华三会愿相逢，弥勒佛前亲受记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。梁皇忏八卷已全周，回向四恩并三友，拜忏众等增福寿，愿将法水洗千由，不动地菩萨唯愿哀纳受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九108持经满藏图，消灾延寿药师佛，毗卢心内于伽部，大乘经典共弥陀，正南方龙女，直至菩提路。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。入忏公文：道月于九天示范，号曰世雄，功超于九友寒林，名称调御，或拔苦于九幽界内，或摄身于九品莲台，九次地定，一念能超九界色身，随缘示现，光寒法界，道月群身，愿垂万行之庄严，见此九十之佛事，上来奉为求忏众等起见慈悲道场忏法，今当第九卷入坛缘起，演列香灯之花果，盘成悲供之真修，表此一心供养三宝，洗心涤虑，发露前程，法身不动，法性湛然，法把周遍，法眼圆明，现紫摩之金像，耀白玉之名豪，礼拜皈依，哀怜摄受，除未除之罪垢，忏未忏之千由，切念求忏众等成劫以来弥留不返，常迷九界之因果，无名自负，不信九泉之苦报，邪见横生，轻蔑九部之尊经，自情造罪，淫缠九劫之烦恼，纵意妄为，自赞毁他，损人利己，
或因斗秤而凄狂，或因酒色已荒靡，为贪尘世之战欢，难免忧途之疾苦。今则玄之悔过，幸起静心，皈依真净之福田，代为依闻而忏悔，恭叩红慈，明勋加倍。白莲台上黄金像，红藕花开紫磨身，巍巍向好天中天，荡荡南明圣中圣。祈运慈悲道场忏法，一心归命三世诸佛。南无过去毗婆尸佛，南无湿气佛，南无毗舍浮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牟尼佛，南无迦舍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当来弥勒尊佛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九，为阿鼻地狱礼佛第二十七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皈依以来，弃此章后，每言万法虽差，功过不一。至于明暗相形，为善与恶，善者则为人天之圣徒，恶者则为三途之异彻。修仁义则归于圣，心残害则坠于劣。其居圣者，良由业圣，非真净之所要。受自然之妙乐，去无上之逍遥。其坠劣者，良由业劣，处于火尘铁网之中，实则铁丸热铁，隐则沸石羊铜。受算于于造化，劫数等于无穷。又地狱之苦不可轻因，神离此躯，势头彼尘，报以刀轮加体，常以火魔毁心，命不肯促，报苦常临，纵复豁免，又多恶鬼，口中火出，命不全活，从此死矣。又堕畜生，复受重苦，肌肉充溃，命不尽于算数，分布顶祸，心罗积案，祸复负重至远，趋易险难，时三恶之重苦，非长夜之难淡，而幽劣皎然，无能信者，以无我故，好起疑惑，以疑惑故，多不向善。所以佛言，世有十事，死入恶道，亦不专善，不修功德，贪着饮食，如彼恶虎，贪恋酒色，喜怀嗔毒，常习愚痴，不受人见，自任其力，办诸恶事，好杀众生，灵异孤弱，横挡恶人，轻暴他界，有所宣说，言不真实，不辞一切，起诸恶业。若人如是，不久存世，死入恶道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佛所言，谁能免者，既不能免，于地狱中皆有罪分。大众个个觉悟此意，无自放逸，以与时进，行菩萨道，勤求诸法，利益众生，一自灭罪，二生他福，此则自利利他，彼我无异。相与今日起勇猛心，起坚固心，起慈悲心，度一切心，救众生心，制作道场，勿忘此愿，养成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诸大菩萨大神通力大慈悲力，解脱地狱力，嫉妒恶鬼力，救拔畜生力，大神咒力，大威猛力，令众等所作利益，所愿成就，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为阿鼻大地狱受苦众生，乃至黑暗地狱、十八寒地狱、十八热地狱、十八刀轮地狱、剑灵地狱、火车地狱、废屎地狱、火汤地狱、如是地狱，复有八万四千眷属等狱。
其中受苦，一切众生，我等以菩提心，以菩提行，以菩提愿，悉皆代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音赞佛，南无净愿佛，南无日天佛，南无乐慧佛，南无摄身佛，南无威德士佛，南无刹利佛，南无得乘佛，南无上金佛，南无解脱记佛，南无药法佛，南无住行佛，南无舍交曼佛，南无智藏佛，南无梵行佛，南无旃檀佛，南无无忧明佛，南无端严身佛，南无相国佛，南无莲花佛，南无无边德佛，南无天光佛，南无慧华佛，南无平头魔佛，南无智富佛，南无狮子游戏菩萨，南无狮子奋训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若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救拔整阶，愿阿鼻地狱乃至黑暗地狱、刀轮地狱、火车、废屎、眷属等狱受苦众生，以佛力、法力、诸菩萨力、一切贤圣力，令今日受苦众生即得解脱，毕竟不复堕于地狱，一切罪障悉得消灭，毕竟不复作地狱业，舍地狱身得净土身，舍地狱命得智慧命，舍地狱身得金刚身，舍地狱苦得涅槃乐，念地狱苦发菩提心，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，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，具足智慧行菩萨道，勇猛精进不休不息，乃至进修满十地行，入金刚心成等正觉。为灰河铁丸等地狱礼佛第二十八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制成五体投地，为灰河地狱、建林地狱、次林地狱、铜柱地狱、铁基地狱、铁网地狱、铁窟地狱、铁丸地狱、坚石地狱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地狱，今日现受苦一切众生，我等以菩提心，普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梵财佛，南无保守佛，南无净根佛，南无具足论佛，南无上论佛，南无浮沙佛，南无提沙佛，南无有日佛，南无出尼佛，南无得智佛，南无摩罗佛，南无上吉佛，南无法乐佛，南无求胜佛，南无智慧佛，南无善胜佛，南无网光佛，南无琉璃藏佛，南无明文佛，南无利吉佛，南无教化佛，南无日明佛，南无善明佛，南无众德上明佛，南无宝德佛，南无狮子幡菩萨，南无狮子座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救拔，愿今日现受灰河等地狱受苦一切众生皆得解脱，一切苦果永得除灭，地狱道业毕竟清净，舍地狱身得金刚身，舍地狱苦得涅槃乐，以地狱苦发菩提心，同出火宅至于道场，与诸菩萨举成正觉。
为隐童探坑等地狱礼佛第二十九。今日到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至心，五体投地，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地狱、隐童地狱、众合地狱、教换地狱、大教换地狱、热地狱、大热地狱、探坑、烧灵、如是等无量无边眷属等狱，今日现受苦众生，我等以菩提心普代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人月佛，南无罗侯佛，南无甘露明佛，南无妙义佛，南无大明佛，南无一切诸佛，南无药智佛，南无山王佛，南无极灭佛，南无德聚佛，南无天王佛，南无妙音声佛，南无妙花佛，南无注意佛，南无功德微聚佛，南无智无等佛，南无甘露因佛，南无善守佛，南无力慧佛，南无思解脱意佛，南无圣音佛，南无离陀行佛，南无善意佛，南无无过佛，南无行善佛，南无坚勇精进菩萨，南无金刚慧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有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救拔，愿隐童等地狱现受苦众生一切罪障皆得消灭，一切众苦皆得解脱，从今日去毕竟不复堕于地狱，舍地狱身得净土身，舍地狱命得智慧命，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，四无碍变六神通力如意自在，出地狱道得涅槃道，等与如来俱成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接下来请收看